距离的看到微微的本人几乎没有化什么妆，然后皮肤非常非常的好，真的本人的妆很淡，然后就真的是一个女神的感觉。相信大家呢都在电视上有看到微微，今天真的很 lucky 可以看到本人就在您的眼前了。那当然呢，微微最近刚结束了这个偶像剧的拍摄，最近在忙什么？可以跟粉丝朋友们来说一下吗？我之前宣传书之后，我现在在准备下一部戏，所以呢，即将在筹划下一部的作品，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微微，当然也要支持微微所代言的奥黛丽的内衣品牌。那我们知道呢，到了气候交替的时候，皮肤比较敏感，所以如果你今天是穿上的高度像敷了面膜一样，其实皮肤会比较保湿。对，那我们的自己的皮肤比较舒服。我们呢这一块呢，我们的 Beauty Bra 的布料，它是来自于意大利进口的布料，所以它的纤维里面呢都有我们的这个维胶囊。你在穿着的时候，它会释放出维他命 E 还有芦荟等等，就像是帮你的胸部来敷面膜。所以当你穿着内衣的时候，因为内衣每天都会摩擦我们胸部的皮肤，所以如果当你拥有一件 Beauty Bra， 你还可以顺便呢帮你美修，把我们的皮肤呢更细致。好，所以大家